老板，这个豆子多少钱一斤呢？2.5块。哦，能不能便宜一点？不能便宜了。那个豆子，你看今年的新豆，质量很好。哦，那行，那给我来一包吧，100斤的。我叫林学利，今年38岁，从96年下学到现在，主要从事这个豆制品加工。设备的研发，至今为止将近20年。传统生产豆干的过程：泡豆、磨浆、煮浆、点脑、脱干、压干。最大的弊端就是需要人工一瓢一瓢的去泼，并且泼的薄厚不均匀。第二就是这个压榨，压榨需要反复用千斤顶10次20次的去挤压去成型，非常辛苦。所以我想研发一款全自动的塑控豆干设备来解决以上问题。从有这个想法开始到目前整套设备推向社会成功使用，整整花费了我3年的时间。我发明的这个一套豆干机啊，由5个部分组成。第一步就是把泡好的6到8个小时的大豆放进磨浆机里面，进行3遍均匀的磨浆。咱们的这个豆浆的浓度现在是1:7。比市面上的豆浆啊浓度大了很多。市面的豆浆的比例是1:12到1:15。磨完浆以后进入这个煮浆罐加热熟化，豆浆完全熟化以后放入点脑罐里面进行点脑。点脑一般采用这个卤水、石膏，这都可以。这个豆脑啊现在已经炖好了，硬度比较大，弹性比较好。点完脑以后，经过我们底下的装置设备冲到豆干成型设备里面进行定量放脑。它是定量的，豆干的薄厚可以任意调节的。全部放脑完以后进入我们的全塑控压榨机上面压干脱水，最后做成豆干。利用咱们全自动生产的豆干，它的筋度、弹性、耐嚼度都比传统手工做的好得多。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发明人呢，他叫张金奎，今年67岁了。老人家呢白手起家，创造了家业啊，还不忘家乡人。每一年呢，还给村里的老人呢去发一点钱，唱几场大戏，被称为大善人。他呢，看到当地农村呢有一种千年的传统，他就是什么，把新鲜的红枣做成酒，叫红枣酒。这种酒呢特别好喝，有一种红枣的独有的酒香，一般人是喝不上的啊。因为呢这个制作工艺它相对比较复杂，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这个张老先生呢，他就想，他说，我可不可以搞一种红枣酒出来。那么他经历了上千次的实验，最后搞出了这套工艺。最厉害的是什么，他用现代的这个科学技术破解了这个枣酒啊它的甲醛不可以提取的难题。他就把甲醛这个含量降到了什么，每升0.38克，取得了这个国家的发明专利。国家的标准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把甲醛降到每升2克，这就是好酒。甲醛低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你喝多了，不会疼，头不会疼啊。老人家都说了嘛，说估计大伙都没有喝过这种红枣酒。为了支持我们国家的这个发明事业，凡是真正的发明人，只要你到发明迷网站上去填写一个发明经历的报名表，一律把这瓶酒就送给你喝，价值158块钱。凡是发明迷的观众呢，你呢就点击这个发明迷网站去看一看。今日头条的呢，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凡是买一瓶也可以送一瓶。这个酒呢，袁胖确实是喝过啊，我认为非常不错，的确不错啊，有老酒的这种口感，不口干不上头。